做生意真的不容易，台湾的贵二代陈建明就是接了老爸的昂菇柜跟香蕉椅批发生意，他才发现接手的怎么会是夕阳产业。因为这一辈年轻人不吃昂菇柜，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香蕉椅，业绩剩下全盛时期的两成左右，实在很不甘心，一直想说为什么法国有马卡龙，日本有和果子，而台湾的甜点香蕉椅只能消失在市场里。所以呢，他就把香蕉椅彻头彻底大改造，变成了小资情调的时髦甜品，连陆客都找上门来。台北市鬼气街头，贵妇名媛们的甜点爱店又多一家。它这个芋头蛮实在的感觉，因为吃到芋头的那个颗粒，所以蛮不错的，芋头做的蛮好的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不会很就是感觉 有台湾的味道啊。美少女的口袋名单跟想象中不太一样， Q 弹果冻包夹着来自台中大甲的素颜美玉，金亮亮端腰腰的黑糖外衣里则是粒粒分明台湾韩籍，略带日式和果子感，但前身其实非常台式老派。所以我原来没想到说他之前做香蕉椅，你看漂亮多了，不是说在菜市场买一个50块钱100块钱一盒。现在年轻人大概会比较少见的，对，因为这种算是也是比较没落，比较传统一点的点心。香蕉椅是5、6年级生的儿时回忆，长相朴素不起眼，口感弹弹的，带点清香气息，只有在传统市场或是夜市里才能够见到它的踪影，是非常亲民平民零嘴大众小吃。里面它主要是太白粉、水跟糖，其实跟蚵仔煎其实蛮类似，就是我们在外面吃它咬的那层白色的浆，其实跟那个就是一样的。原料虽然简单，但要做的好吃还是有很多美感。凉水一边搅拌，一边烧着一锅滚烫热水备战。那所以因为我们太白粉若是加冷水的话，它会分离，可能下面这一层是粉，然后上面那一层是水。那你吹出来的成品可能就是上面是软的，下面是很硬的。热水一冲，立刻变得黏糊糊，太白粉汗水变得跟浆糊一样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蒸过之后能不能够是恰到好处的 Q 弹，就靠冷热水微妙比例。听来容易，但掌握起来可不见得是人人都行。小时候那个像清明啊、中原啊，他们的那个量就是几万斤的，那人手不够，所以我们还小时候都下去帮忙了。陈建明出身制果批发世家，从小就在江江水水中长大，不止香蕉椅、年糕、萝卜糕、昂菇柜全都难不倒，但接班之后才发现手艺好不代表生意就会好。其实以前过年过节，比如说清明啊就是昂菇嘛，中元节就是藕桂条，过年就是年糕，但是到现在这代年轻人的观念来讲，除了说在拜拜的这个祭祀活动好像开始有慢慢减少以外，那就算他们有拜拜的话，他们也不一定会去买昂菇柜或者是藕桂条这些东西回来祭祀。比起全盛时期，现在的订单销量只剩20%上下，不想让家里的生意跟着整个产业一起夕阳西下，陈建明开始盘点市场。现在太多的马卡龙蛋糕，那其实没有一个真正代表我们台湾性的甜点。为什么别人有的代表性的一个甜点或产品，但是我们台湾相对的就比较少。于是陈建明从拿手产品中挑出台味香蕉椅，开始改头换面，质感升级。改造的第一步就是翻新花样。不让香蕉椅一层不变，陈建明当起红娘，帮他配对夹心。超台的番薯就是首选，蒸过之后热腾腾、软绵绵的，加进白糖搅拌，满是生香。因为地瓜是算蛮代表我们台湾性的一个农作物嘛。大家常常讲韩鸡羹，韩鸡羹。万一则是香蕉椅的2.0进化版，改用树薯粉当基底，再加黑糖调味，一时半刻看不出差别，但出炉之后就知道厉害。树薯粉蒸出来的外皮不止口感比太白粉更 Q， 肤色也变得剔透晶亮、闪闪发光，完全甩脱传统香蕉椅的菜鸡阿 B， 趁着一肚子金黄饱满，食材本色赤裸裸就在眼前，很讨婆婆妈妈们喜欢。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地食材的颜色，或当我们你看到红豆它就是红豆色，芋头就是芋头色，但它没有添加其他的一些色素啊，或者是
化学的一些产品。所有夹心都是裸妆上阵，惨白就惨白，暗淡就暗淡，不再加油添色，甚至保留了疙疙瘩瘩颗粒质感，表露天然。在食安风暴之后大受好评，批发生意也越做越大，甚至还有同行模仿。不过有一好没两好，添加物越少代表质变的速度越快，在传统市场露天环境难免惹恼顾客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好东西，那到消费者他已经拿到已经是一个贬值的东西了，是你听到的时候会就会觉得很难过，对。一气之下决定帮金星改造了甜点，装冷气找新家，而且加倍时髦变洋派，搭上了生菜沙拉，淋上意式香草酱，完全颠覆了香蕉鱼的刻板印象。开店不到一年，已经有好多老外上门，陆客也来感受台式时尚。其实就还蛮开心的啦，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给一个比较。不管是我们台湾人，甚至陆客，或者是日本客，甚至国外的客人，我们都希望说这代表一个台湾性的甜点。虽然还在草创初期，但已经到大陆注册品牌，为新版图准备布局，要在两岸的时尚伸展台上大放异彩，台客变潮牌。